唱完更爱。来了俺爷的小曲儿，真嗨呀！好行啊，后面整了个王座，兄弟们。哎，家人们，我们一起嗨起来！直播间把小幺六扣起来。怎么也洗不出花花的世界。挺好。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。唱的比唱的刚好。一起誓言，来的轻妙又胆怯，却又慌我这一生再也解不开的结。春去心牵挂，秋来水中月。原来我就是那一只酒醉的蝴蝶。花开花世界，叶落叶眼前。原来我就是那一只酒醉的蝴蝶。感谢我宝哥，谢谢支持，谢谢家人们。咱也有，咱有，掌声鼓励一下。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。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。你的那一句誓言来得轻妙又胆怯，却又慌我这一生再也解不开的结。春去尽千花，秋来水中月。原来我就是那一只酒醉的蝴蝶。花开花世界，叶落叶眼前。原来我就是那一只酒醉的蝴蝶。好。哎呀，你笑死我了。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洪荒之力了，想再来一个是吧？好听吗，家人们？好听，好听，好听。好听一些，谢谢，谢谢。昨天是杀猪刀，今天是酒醉的蝴蝶，我真的很害怕了，我真的很害怕了。同学，我们上个大沙漠，第二名，感谢我们刚才威大死了，一波直接就凶起。下次能不能轻点揍，也别揍那么狠呀、啊？不是不是，我本来是想轻点轻点打的，你家的太狠了，上来百子老师，我也想打平一点。主要是好不容易我有个条件，真的好不容易能攒出一个条件来打你。刷帽了，刷帽了，花不是不是，那威大死刚才师傅刚才这波手速就。主要是实在不想再看他跳舞。咱们家今天还上嘉年华呢。我知道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你家珠宝大哥。不用讲个，感谢华哥，谢范范，谢谢珠宝大哥。丁哥，行，好，下次我们再玩吧。好，下次我想让你唱跳个啥。加油。你也可以的。我不行。你也可以的，下次。我腿脚不灵便。咱们下次给对面安排一波唱跳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佩仪唱跳的越来越好了，对，唱跳越来越好了，真的，唱的越来越好了，加油，加油！你给我唱唱歌。明显比上次那个杀猪刀强多了。对，强多了。唱歌，我掉了500人，我先走了。一会儿就上来了，我走了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好，谢谢家人们，感谢家人们，就是辣眼睛了，家人们，就是实属对不起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感谢。谢谢谢谢，感谢你们喜欢的可以点点我们左上角关注，感谢宝哥，谢谢华哥，感谢申范哥哥，谢谢徐公子，谢谢家人们的支持。然后虽然刚刚那一把我们没有拿下，但是我已经深深的感受到了大家对我的喜爱，对我的支持，对我的保护，感谢你们。没事，我们不用就是不要带那个节奏，因为就是怎么说呢，就 PK 嘛，就是有输有赢很正常，他们也想保护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小主，没事换个话筒就好，有唱歌的潜力。宝哥，主要是我的，我没有用那个唱歌模式，我没有开混响，我开混响可能会更好听哦，但是我打算今天不唱。哦，忘记了，我昨天晚上跟你们说，今天唱那个《百万个吻》，
下播之前唱吧，下播之前唱百万个吻，能听出来。看来宝哥平时肯定，哎，肯定宝哥平时肯定就是，应该很喜欢就是听歌吧，对不对？哦，现在不唱哦。感谢哈，谢谢宝哥，谢谢华哥，谢谢天然黑，谢谢老徐。哦，徐公子走了是吗？现在不唱了，现在不唱了。哦，天然黑姐姐，你是不是困了呀？那你早点休息哦，有时间再来看我跳舞哦。谢谢谢谢。啊。谢谢谢，感谢后来遇见他，谢谢。来给大家跳一支舞，感谢你们，感谢我们家的宝哥、华哥、徐哥，哦，徐公子来了，感谢感谢徐公子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你开播咋播？没有，我们家的礼数还是要到的，宝哥。你今天第一次来我的直播间，真的很开心能够认识你，然后对我这么大的支持，还把我 PK， 真的是我真的很感谢。来，我们家人们给榜一榜二都点点关注啊，给榜一榜二都点点关注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，给大家跳一支舞蹈，唱歌很，一会儿下播之前给你们唱一首百万个吻哦。然后给大家就是跳一支舞哦，咱们给榜一榜二榜三都点点关注，感谢小半月，感谢小半月，给榜一榜二榜三都点点关注，想看什么舞蹈，感谢吃不上，想看什么舞，漠河舞厅是吗？可以哦，想看漠河舞厅不？给你们跳个漠河舞厅。现在还跳不了哦，我没有衣服，我没有衣服，衣服都洗掉了。暗香吗？还是暗香吗？来，我们就跳一个漠河舞厅吧。我不会点，你们点就行。我们家的宝宝们，要不跳个漠河舞厅？你看天上那燕双飞。要不跳个漠河舞厅怎么样？欢迎老徐哥哥。家人们，感谢莹莹，谢谢莹莹。漠河舞厅吧，这个音乐很好听。你看天上那燕双飞，来个漠河舞厅。好的好的，深情爱作陪，幸福相依偎，今生今世只有你最珍贵，今生今世只有你最珍贵。老师哥哥，你想看时候吗？我等一下跳哦，等一下跳。就像你的眼睛，杀人又放火。
什么都没有说，夜风惊扰我三千里，偶然见过你，花园里有群翩舞起，灯光底抖落了晨曦，在1980的漠河无敌。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，看大雪如何衰老的，我的眼睛如何融化。如果你看见我的话，请转过身去再惊讶，我怕我的眼里我的白发像羞耻的笑话。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，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，晚星就像你的眼睛，杀人又放火，你什么都不必说，夜风惊扰我。可是你惹怒村落，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，晚星就像你的眼睛，杀人又放火，你什么都不必说，夜风惊扰我。跳舞的话可以给我点点关注，我是个舞蹈主播。谢谢大家，欢迎渊哥，我有空来看配音，谢谢华姐，谢谢你。然后感谢城堡，谢城堡，谢谢中国传传动，感谢中国传动，谢谢，谢谢。然后老徐哥说想看时候对吗？可以哦。想看时候吗？如果有时间，你会来看一看我吧，看大雪如何衰老的，我的。老徐哥哥是不是想看时候呀？想看时候的话，我也可以给大家跳个给那个老徐哥哥跳一个时候。是的，好，安排一个时候。时候。来，送给老徐哥，送给大家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感谢星星送来的小鹿，谢谢星星的小鹿支持，感谢。
见过有人，谢谢。深夜放烟火，晚星就像你的眼睛。感谢宝，谢谢宝哥的爱你，谢谢。你什么都不必说，谢谢。夜风惊扰我，可是你惹怒了神明，让你去还那么年轻，都怪你眼神冷冰冰，在一个人的漠河无底。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，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。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酒杯呀？就像你的眼睛，杀人又放火，你什么都不必说，夜风惊扰我。也是徐哥，也是老徐哥哥，他们是一个人。来，手中折扇，白叶凋香归云自赏，如土来的青桑在明，香归的参差纪念里催促痴情，我梦念想成手机大巨群大归杂扰，原地滚乱破出
丝绸手中。感谢示范哥，谢谢支持。谢谢示范哥，谢谢示范哥的支持，谢谢。不客气，徐哥，不客气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常来看我跳舞哟。喜欢的话，常来，为你跳好看的舞蹈。然后刚刚很多人说想看暗香，哎，等一下，给大家跳个暗香。七，搞点这个萤火虫来。我先喝口水，我没喝水，我发现我喝口水，喝口水。感谢锁如门，谢谢后来遇见他送来的人气票，谢谢。让我歇会儿。我们出去玩一下好不好？刚刚有那个一个古筝主播一直在连我，我要连回去。没事儿，再辛苦我都值得哟，是吧，哥哥？没关系，你只要喜欢，谢谢。这段一定发过去。好好好。嗯，咱们就是休息一下，出去连个麦。嗯。喜欢的话常来。感谢用户951，谢谢高傲的我，谢谢，欢迎你来到直播间。他这会儿是卡了吗？他刚连了，我一直没有连回去。Hello，Hello， 田思思。哎呀，好好看！我终于喊对了。对，今天是港风女神哦，好好看哦。今天跟港风的感觉。穿了一件红色的，对，我很少发圈，很少发圈。先来找你玩，你刚刚找我的时候我在跳舞，然后想着就是有空了我就给你连回来。连回来，嗯，欢迎刘峰哥哥，欢迎刘峰哥哥。好，那咱们玩个什么呢？我们就玩个什么呢？玩个什么呢？玩个什么呢？玩个才艺还是什么？还是别的？可以，你想玩别的吗？可以玩别的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呀、啊，可以呀、啊，可以呀、啊，都行。输了，看你。你说吧。输了，我们模仿五个动物，模仿五个动物加表情。好，可以呀、啊，可以，五个动物可以，好，行，行，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开始。那我们就这局吧，还是重连一下？都可以，重连也行吧。重连会不会不容易连上？我害怕不。那就这样吧，过程就不玩吗？过程就不玩。我们就不玩，不玩。那开始吧，好，接下来我明白了。好，好。欢迎大家，我们没有点关注，帮我点点关注，感谢优选，谢谢优选，谢谢支持。我们又去找对面的小姐姐玩了。没重连了，我们就这么打吧，就这么玩吧。欢迎之夏，欢迎宝哥回家，欢迎大家。我俩 PK， 我 PK 一般都是休息，基本上其他的跳舞了，喜欢跳舞。这是当然，提醒我 PK。感谢用户595哥哥的双蛋宴晚宴，谢谢用户595哥哥的双蛋晚宴，谢谢你的支持，感谢，谢谢支持，谢谢。感谢用户哥哥，哇，好大一个鸡腿，谢谢你的鸡腿，好大一个鸡腿，双蛋晚宴，谢谢你 ，Thank you， 咱们家人可以帮忙一起把台子收一收哦。大家谢谢心有不甘的欢乐票，
到呢，还没有。感谢你不懂，感谢小丽，谢谢，感谢圆圆。哇，谢谢我舅我哥哥哦，给我送来的宵夜，给我送来的宵夜，吃的饱饱的。虽然有些感冒，可能是因为这个衣服吧，我挺喜欢这种类型的衣服的。谢谢谢谢谢谢我舅我哥哥的宵夜。感谢后来遇见他，我们对面和他玩了两把，两把都没有赢过。感谢用户五九五哥哥的宵夜支持，好多好多宵夜，谢谢你给我送来好多好多鸡，好多好多的那个，这应该是鹅吧？谢谢你送来的大鹅，感谢宝藏哥哥，谢谢宝藏哥哥的支持，谢谢感谢宝藏哥哥，感谢用户哥哥，谢谢宝藏哥哥，咱们一起在公屏上感谢一下用户哥哥和宝藏哥哥哈，感谢，我们一起感谢感谢一下对面。感谢感谢一下我们直播间给我送礼物的哥哥，谢谢，谢谢支持。有点猛哦，欢迎可乐，加油加油！感谢许公子送来的圣诞快乐呀，谢谢你的圣诞快乐，谢谢，谢谢你的圣诞快乐，谢谢许公子啊。感谢新友哥哥，欢迎宝藏哥哥，还有最后50秒钟的时间，感谢风雪送来的花花支持，谢谢风雪的花花，感谢刘峰哥哥的旭日明珠，谢谢刘峰哥的旭日明珠。今天说话有点打舌头，感谢后来遇见他，感谢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牙龈上火了，还有最后29秒，感谢用户，谢谢谢谢谢谢后来，感谢感谢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。最后20秒钟的时间，咱们家可以帮忙一起守起来。感谢弯弯，谢谢弯弯。最后10秒钟了，最后10秒钟了。感谢 Kitty 猫，谢谢 Kitty 猫，感谢九七，谢谢九七，感谢宝哥，谢谢宝哥送来的马车，感谢宝哥的马车。这个塔守得太漂亮了，真的没有想过这个塔能够守得这么漂亮，咱们打出经验来了，上一把咱们输了，这一把咱们找到经验了，找到密码了，谢谢宝哥，谢谢宝哥，感谢用户哥哥，谢谢许公子，谢谢刘峰哥哥，感谢宝藏挖掘人，感谢盛荣，谢谢风雪，感谢宝爷，谢谢别问我是谁，感谢 Kitty 猫，谢谢家人们的支持，感谢给大家这里好多姐妹为了爱傻傻的等待，谢谢，快点我们给榜一榜二都点点关注，找到密码了。终于打赢我了。好，没事儿，谢谢。好，那你是我自己学五种动物对吧？还是怎么样？还是你们说？我们就是我们说，然后你来学五个。好，那你说吧。家人们，咱们在公屏上说一下，我们这是有哪些动物可以学的？欢迎大家来到思思模仿秀，咱们点点赞。想一想，好，想一想，好，想想是，刘峰哥，你要下了吗？土拨鼠，还有它的声音。土拨鼠的声是吧？哎，对，还有它的那个动作。谢谢你们的支持。土拨鼠是这样，等会儿我看一下。土拨鼠，我上次我学土拨鼠，土拨鼠的声音对吧？好，稍等一下，土拨鼠，我看一下，我主要是我也没听过他的事儿，我看一下怎么整出来啊。没事，是R吗？R吱吱。啊，二只二只是这种的吗？我都没听过那声儿。对，二只二只是这种声音。对，就是这个。土拨鼠是这样子的，二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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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。我能给你笑出一个鸭子声儿。我跟你说，我笑的是鹅声。我是。
好，下一个，好，下一个，好的。一只洗脸的星星，一只洗脸的星星。对，你等会儿，稍等一下啊。主要是星星，星，我想一想，我想一想，我想搜一搜星星怎么叫。可以场外一下吗？是这样，可以。我知道，绝子，你怎么会学？你怎么会学？等会儿，等会儿来给你喊。我都会，上次我被罚了。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声音可以很尖哦。可以，好，很到位，很到位。第三个，一只，在水里游泳的蛇，在水里游泳的蛇，三个了，家人们，三个了，可以，我要从这里钻到你们那边去了，来吧，准备接我吧，来吧，来我家做客，好，第四个，第四个，咱们是一只顺毛的小猫咪，一只顺毛的小猫，是顺毛是吧？对，这有点性感呀，这边有点性感呀，喵，喵，哎呦喵，这猫都破音了，喵，可以，喵，啊，很可爱。没有形象了。家人们，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了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一只奔跑的蜗牛。什么什么事儿？一只奔跑的蜗牛。蜗牛它能跑起来吗？这是谁说的？你让我看看蜗牛跑。救命啊！蜗牛没声儿啊。蜗牛只有口水声儿。换一个，这个是有点过分了，真的过分了。快点换一个。一只摇尾巴的小狗狗。救命！可以。谁还笑吗？你们还满意吗？满意，超级满意。好的，谢谢佩仪，感谢，玩的开心，好，玩的开心，希望能带给你们家的家人们开心，好，会的，那我们以后有空常玩，好，拜拜，辛苦了，家人们让对面就是让对面出丑了，感谢家人们，谢谢你们帮我打 PK， 谢谢你们保护我，感谢家人们支持，谢谢。